那你的兴致、夜狂症，还有我最喜欢吃的饼，这些你怎么解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木头哥哥托我带给你。洒落飘过今年，我比怪只断情绝。瑶，别动。风很聚散无缘，诉不完这一场爱离别，像还在决绝之前。慕容草，你要是走出这里，我立马自尽。其实我只是想完成一个心愿，我想和你拜堂成亲，能不能？不能。我是真的很爱你。爱。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。